师尊头上啊是破的，头上顶上是破的，看过的人举手。看过啊，我头上有一个洞啊，对不对？常智有没有？有啊，常智说有啊，有一个洞啊，我本来就开的啊，我就是这个顶窍开的，我只要提肛，就把肛门跟大小二地方就已经塞住了，再收小腹，就把脐轮也关住了，压喉结，然后用呼吸经过中脉到顶窍，我出去我就成就了。成就的人哦，我告诉你，就会厌恶人间，真的。我最不喜欢人间了，但是不得不在人间度众生啊。